乌哥最为知名的观日落圣地巴肯山 Phnom Bakhen。巴肯山高65米，四周有壕沟，象征印度神话中环绕位于世界中心的须弥山的咸海。巴肯寺是吴哥王朝国王耶输跋摩一世于9世纪晚期建立，是供奉湿婆的印度教寺庙。陡峭的庙山象征须弥山，庙山顶部的五座宝塔象征须弥山的五座山峰。台基四边中央各有陡峭的五层石阶，每层十级。人太多了，离太阳落下还要一个小时，我回去了，不看了。要输的，后面人，要逼过慢的，逼过去走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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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